走进了客厅，觉得太安静。我才感到真的一切变得好冷清、啊、就算我努力试着面对，却还是不知如何相信这一切。从今后你不在我身边，给我勇气面对快乐和伤悲，真的要开始了自己这场孤单的旅行。走在同样的生活里，我不一样的是你，该怎么开始我自己这场孤单的旅行？你依然住在我心里，我依然想你。不一样。